和台列车，用七二八加上用七二七啊，跑圈了。我是刚刚列车长了，2012年了，8月28号7:07，9:34收牌的时候是有一台区间车，啊，是21000次啊，机用发车机用三线啊，加一的用700千阿法圈乐在七度在四里哦，谢谢观众大家。然后这台是8794，是准备试车试音转的，用三线是2000变速组3033的偏多五藤幺蓝色代替能级转和开往竹南的试音转8794，是在就在等待路线运用给他的实力的，然后卡到哦，真傻眼，一梯子又卡了，挂一个线上没有车，他等下卡一台278，对吧？9:35，8月28号在汽油站等待驶离，等下一台278要进站。